嗨，大家好。我来开几分钟直播，因为等会儿要出门，现在不知道要干点什么。好久没有在这个时间段开过直播了，所以跟大家在这里聊聊天。哇，谢谢，带上，带上。开个直播跟大家聊聊天。你们今天现在是不是在上课呀？对，今天，因为不是要最后一个舞台了嘛，就今天其实是其他的工作，然后我就顺便找姐姐先试一下蛋糕卷这个发型，但是感觉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因为。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头会很方，反正就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可能是头这种，然后这样显得脸是挺小的，但是就是感觉哪里不对。因为卷了头发，所以就看着就比较多，有点。太亮了，等一下，有点太亮了，因为现在中午光线非常的强。我为什么比上次红呢？因为我之前本来染的就是那种紫红色，它就不是特别的完全红色的。然后我洗掉色了，现在就是有点带橙色的红，就特别的。我现在是橙色。橙色的，就 H 对的颜色，再掉再掉，然后就会你看这里已经变成 N 岁的黄色了，就会慢慢的掉成这种有点带粉的黄色，因为我准备今天都不洗头，就尽量这两天少洗一点头，不然的话越洗越掉色，你看都已经掉成这样子了。抖音不错嘛，我也觉得挺不错的，大家都非常努力的拍视频了呢，就是不知道可能会被限流了，最近感觉限流的都很厉害，对，现在是偏橘红色的那种，想弄个梳子梳一下头发。今天我整个人也很红，我把包里的东西拿出来，我的纸巾已经用完了，准备买点新的纸巾放包包里了，梳一下梳一下，舒服多了，哎呦。就是这样子的，太亮了，外面光线太亮了，有点曝光。天呐，怎么曝光成这样？拉窗帘就没有光了，因为现在是自然光。那我拉窗帘，用我自己的镜子打光吧。这样，好难搞啊！这个，这次所有的团都回来了耶，看到了好久没有见到的参加节目的成员们，就参加节目的成员们。感觉很久违，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怎么说？就很久不见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好像有好几年没有见到了的样子。我这周25号的公演不上，谢谢谢谢夜蝶，
因为怕来不及，而且我就学了那么几首歌，上也不大好意思上。这不是大波浪，这是蛋糕卷。天呐，还有人在问我拉票时间定了没？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无言以对，我无话可说。跟你们讲吧，炙热组拉票都是8月2号。我们有表演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来呢？因为我们有表演啊。不是马老师很看重我，是我去年的总选成绩在这里面是4号位。这组会有巡演吗？我觉得没有，可能我们不配，可能我们制作组不配，有巡演吧。嗯，不睡午觉，我等会儿要去按个摩，就是按一下我的肩颈。你们去跟公司要求巡演啊，我们没有，反正我们没有巡演。你们可以去跟公司要求啊，说不定，万一就有呢。我还是想去正骨，但是今天不正骨，不是去玩儿，是有正事儿做，去按摩，不是玩儿。我的口红是那种。比较偏裸色的，你看就这种，涂在嘴巴上就跟唇色很接近，就比较日常。但是我这个眉毛呀，哎，我应该买一个红色的染眉膏，但是现在画这个眉毛特别的出戏，非常非常的出戏。如果有巡演，想去哪巡演？成都、重庆、西安。然后还有什么地方？暂时没想到。江浙沪都说了巡演了，都说巡演了。江浙沪你经常在上海都能看得着，就要去就是去那些不怎么去过的地，没怎么去过的地方。我已经混了点眼影了。长沙，对对对，长沙一定要。长沙吃那个，喝那个茶颜悦色，然后我想去吃天宝兄弟。达州啊，达州现在没什么地方可以给我们表演的吧？而且去达州的话，应该没多少人会来吧？除了川渝周边的人。北方啊，北方的话，黑龙江、辽宁，北方的话，哈尔滨吧，沈阳啊，太北了，还有什么地方？想不到了，厦门啊，云南啊，漠河在哪？对啊，好想去西安啊！我真的很喜欢西安这个城市，就是太热了，就是夏天的时候真的太热了。河北也挺好的，听说河北有非常多有趣的建筑物，就是旅游建筑物。
没有，就是西安的夏天特别的热。西安我之前去过一次，太热了。我跟我爷爷去旅游，还有我弟，还有我，就是我爷爷那时候的对象，去旅游，然后太热了，就是陪家里老年人去旅游嘛。我的天，真的是快被那边热死了。海南，海南也可以，海南也挺好的。我在无锡呢，25拆盘我在吗？那就不知道了哟，不知道哟。反正我24回去之后，我就要先把豪哥弄完，然后就开始排自己的拉票，然后排完2号就要表演了，好紧张啊这个时间，因为我不我我呃谢谢投票，因为我就是本身的15分钟，再加上 TOP16 有个10分钟的表演时间，然后再加上那个啥。再加上，哎，主要是还有我自己的金话筒，对，就差不多就是半个小时，主要是就只能邀请3个助演，但是金话筒不算，金话筒节目我已经找好另外的助演了，金话筒反正他没有说只能3个，而且要不同，反正我找另外不同的，金话筒就不算了，但是那25分钟我只能找3个助演，我有点痛苦。因为我有点纠结，有2个节目，如果我要表演这个的话，我另外一个节目就不好表演。如果我就是我，唉，我在想那2个节目是要2选1还是舍弃只选一个？就这样，因为我想找2个节目，想找的助演是不一样的。哎呦，他这个助演安排真的搞得我很烦，头大，对，头大。避个害的，今天早上睡得比较晚吧，因为昨天晚上肚子有点痛，肚脐有点痛，然后早上5点多才睡着，现在好点了吧？现在好多了，现在就不痛了。为什么我们不是 N2 是 N3 呢？因为有 N2 了呀，然后我们就是 N3 了呀。为什么这样都？应该是兴奋吧，不太了解这个东西。就是每一个队伍有番号的，就是重复了的话，就会在后面加数字。没有，我直播到1点半，但凡 PK 啊，哦，那但凡 PK 的话，你们可以把我们今天拍的视频做成宣传视频。N1 是啥？那个就是历史遗留问题了，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历史问题，你就能知道 N1 是谁了。对，对，就是 N1，就是对，塞纳河前传，请了解。我在你们学校很火啊，你们什么学校啊？怎么会这样？那我之前去大阪的时候有去看过，我之前也跟你们讲过吧，那段故事，就是那天我就去观光嘛，我就下到楼下，因为也有很多聚聚嘛，就不大好意思进去，而且那天好像是哪个成员的生日，然后
我下去之后，我就在门口悄悄观望，然后里面突然开门，就是几个舅舅很热情的邀请我进去看，因为里面进去里面有电视，他在转播里面的公演直播，就非常热情的邀请我进去，我就进去看了，然后看他们公演，其实都已经快结束了，就啥也没看着，然后就在里面待了一下，看了一下就走了。嗯，那天晚上去太晚了。初中呀，哦，你们班也有叫琉璃飞的，好巧，缘分呢。嗯，谢谢投票。好了，我要准备关直播了。我的 iPad 放在那儿，也不知道怎么的，已经没电了。我明明记得，因为我 iPad 设置的是，就是那个不熄火的那个模式，就是一直亮着的那个模式。我记得我明明走的时候已经锁屏了，就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一下就。哎，我们又可以继续聊天了，因为改时间了。改时间了，咱们可以继续聊。可以聊到2点。Oh my god！倒了。对，是。你们应该是2点钟上班吧？2点钟上班的话，就正正好。今天休息不上班，今天不是周二吗？为什么不上班啊？刚写完作业。非洲早晨6点半，你在非洲呀？哇，6点半，才刚起床吗？午休时间啊，美国晚上10点半，哇哦，大家都是不同的时间点，我这是中国时间13点32分，美国凌晨1点半，诶。为什么有两个不同的美国时间？非洲粉丝你好，非洲粉丝，下次回国能帮我抽卡吗？非洲粉丝，美东时间1点30，美国时区太多了呀，美国3个时区，还有美国中部的，那有美国东部时的时，美国东部的请举手。美国东部的举单手，美国中部的举双手，另外一部的举着，单手一二，哦，另外一部的双手合十，中国呢？双手是这个。有个这个表情，单手、双手合十，你们又在乱举了，嗯，举着，你不会打，就是用 emoji 打的，我就不信这么多美国的朋友，在美国的朋友，好吧，我不信，你们骗我。好，好，现在是好，停止，停止，新的一轮来了。中国北方的举白手，中国中部的举黄手，中国
就热带南方热带部的居黑手。为什么会举黑手呢？因为大家可能会晒得黑一点。哇，东北的朋友好多啊，北方的朋友这么多，怎么黄色手都没有多少？你手挺白的。好，停，停止，下一个人口普查来了。下一个，汉族的朋友举，汉族的朋友举双手，少数民族的朋友举单手。哇哦，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哇，还是有好多少数民族哎！你们是什么民族的呀？不是人怎么举？那我就不知道了。不是人的话，那你就打一个外星人。纳西族听过哎。云南的嘛，纳西族是吗？是不是？绿巨人还行。苗族、瑶族、回族。哦，看来我说对了。有没有那种很稀有的那种少数民族的呀？我也是藏爱家族的，就是很。很比较就是大家不是特别能知道的那种，比如说保安族，有没有保安族的朋友啊？诶，我也经常说保安族，你就刷了。哈尼族，哦，鄂伦春族，鄂伦春族，锡伯族，锡伯族我知道的。我觉得还好，嘎老族嘛，嘎老是嘎老族嘛，怎么念嘛？但是我看到过那个，有没有俄罗斯族的呀？俄罗斯族，俄罗斯族，啊，那个字怎么读？那个上面一个鱼，下面一个田，你就是俄罗斯族，真的假的？我是汉族的，这里真的有吗？畲族。哦，学到了。东白大哥，水族是哪儿的？维吾尔族其实也是人口比较多的一个民族了。认识俄罗斯族的凑个数，他们是不是长？他们现在目前长得怎么样啊？就其实我有在抖音上刷到过，也都是很漂亮的小姐姐他们。维吾尔其实挺多的，壮族也多啊。就广西那边不都还有讲壮语的吗？布依族其实我也知道这个民族的。嗨，对，俄罗斯族很白耶，我觉得。普米族这个倒是没有听过。水族是华南的，哦，壮话。藏族也其实很多呀，川青人是什么？哎，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是跟那个维吾尔族那边还有一个什么民族？哈萨克斯坦族，是不是这个？哈萨克斯族，哈萨克斯族，哈萨克族。哈萨克族，哦，对对对对对，我就记得那边还有个这个，你室友就是哈萨克族的，哇哦，好酷，
藏族很常见了，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这些都是很常见的。壮族、瑶族、土家族也是很常见的了。坦吉克斯坦族，还有这个吗？开马场的，哇哦！朝鲜族其实也很，独龙族没见过，傣族也很常见的，但是我有听过独龙族这个名字。哦，祖上是哈萨克斯坦人，从他父亲。我头发现在是橘红色的，彝族也很常见。川青人不属于56个民族的族，为什么不属于呀、啊？我是文科生啊，白族也很啊，白族我都记得他们那个头上包了一个那个，然后这边掉一个那个，就《还珠格格》里面也有演，有演吗？就是尔康他去被拐的那个服装，是不是就是白族的服装？我都有那个衣服，我爸妈他们去云南旅游的时候给我买的，买了一套那个衣服，我都有一套。拉祜族吗？摩梭人不属于纳西族，但会合起来说哦。朋友，啊，你觉得好呀？对啊，我以前用过 CAD 的，傈僳族呢？我在正经的说民族，你大家非要扯一些其他有的没的。好了，我们换个话题吧，换个什么话题？换什么话题呢？我一时想不到。我认识的字好多，还好吧？普查，现在我不知道跟你们普查什么。今天吃过肉的朋友请举手，还没有吃到肉的请举手。已经有人很自觉的举手了。哦，大家都吃到肉了，我都还没有吃到肉呢。哦，也有没有吃到肉的朋友。唉，我等会儿看看像怎么吃得到肉。我今天就现在就肚子里一碗白粥，等会儿准备去按完摩之后再吃点东西。嗯，午饭没吃，哦，好难喝。午饭没有吃，因为我们工作结束就已经12点多了。哎，我刚应该开直播的时候点一个吃的，然后边吃边。就边直播边等，等的话应该就说不定就已经来了，没有忘点了。我以后专门去做人口普查好了，但是做人口普查是不是要考公务员？现在点，现在不点了，等会儿直接出去吃。来不及了，因为中午的话，酒店的送餐服务都要等很久。考公务员还不用付违约金啊！我知道，我看了那个北京的一个前程员考上了法院什么什么的，然后就不用付违约金，感觉好牛啊！但是我考不了啊，因为我不是本科生，就考不了啊。今天的备忘录嘛，我看看等会儿怎么看。我是不是可以去申个本？我申本的话，可不可以去考公务员？对呀，还可以参军，但是我京师我能参军吗？就是申本可以考公务员，对吧？然后京师是不可以。那带做了手术。之后可以去参军吗？而且，但是我年龄已经过了吧？或者读书参军？对啊，我记得参军有年龄限制，一般都是在大学生里面招生的。全日制升本，哦，全日制是什么意思？
唉，那看来我是必，我要是我是必走不了的了，因为付不起高额的违约费，整天都在学校哦，那就是要去读书。不混娱乐圈也没有娱乐圈。把青春留给四八吧。那你要问我的青春同不同意？哇，我这个口红用到只剩这么点儿了。跟你说，我特别喜欢的一支口红已经被我用到只剩这么点儿了，真的是领到头了。我第一次把一支口红用这么，用成这个样子。还需要换奶茶吗？最近这两天不想喝奶茶，这两天不想喝奶茶，这两天没有喝奶茶的胃口，而且我上次奶茶还没喝完呢，那么多。想喝什么？想吃什么？想吃水煮肉片。对啊，这两天都没有换 AA。这两天都没有给 AA，哎，都不知道那，都不知道 AA 有没有被卖出去。还可以点菜的呀，哇哦！换 AA 很好换啊。换 AA 很好换。我拿 iPad 画一下试试，我还没怎么拿 iPad 画过。哎，iPad 的话怎么？哦，画笔在这，然后选色，选带一点灰，这个也是带一点灰，然后。不大会用，我没有喷，我没有买那个笔，太贵了，没买。嘿嘿，这个笔有点粗了，怎么调粗细啊？有点不好下手。哎，不大好画哎，怎么会这样？不大会画，其实。这样，然后大眼睛。然后小卷发，画完了。不行，你这个猫太不好画了，我有点不大会。哎，今天在玩球。他今天在玩球，我不知道他的尾巴是什么样的。是只蛙莓，你是说暹罗猫吗？你的蛙莓猫，你也有猫了呀？
我画出了他的灵魂。到南陵的外屋是那个唱山歌的那个外屋吗？是啊，我断签了。我不知道德文的尾巴长什么样哎。挖煤难得可以溜的猫，缅因也可以溜啊，但是要训练。听说挖煤很会吃醋，就很能吃醋，就怎么说呢？就是你去外面撸了别的猫，然后回来，你要把身上的味道洗干净再去碰它，不然它会一下闻到你身上的味道，然后就会很生气，很吃醋。你家有狗不能有猫啊？应该可以的嘛，猫狗双全多好呀。我就记得当时去南宁，就那个三是唱山歌的那个外屋，挺很大的舞台，很好玩。谢谢投票。新猫什么时候公开？首先我得有钱，我才能公开。对，3月3。太贵了，那只猫我买不起。这只猫真的就是备忘录猫，它真的是备忘录猫，因为它太贵了，我真的买不起。它比李泽言还贵。你也有只挖煤啊？你们都有挖煤吗？有挖煤的请举手。广巴可以养，要交钱。不是我真买不起那只德文，那只德文要这个数，根本买不起。李泽言好大，好威风。对啊，李泽言很大只，李泽言便宜，李泽言便宜，还养李泽言多划算啊！那么便宜买一只李泽言，然后养又可以养到很大，相当于你买猪肉，你多少多少钱进一只小猪，你肯定希望它能长得肉肉的、大大的，以后就是也能卖个好价钱，所以李泽言划算。牛会不会抱不动了？不知道，我朋友其实还是在计划给它绝育，其实我也在纠结要不要给它绝育，因为如果是肾结石的话，应该就可能对绝育应该就不像之前就是以为它肾衰啊什么什么影响那么大，就在哎想要不要给它绝育。因为。就是绝育的话，猫猫就会长得更大一点，因为它们那个时候已经生无可恋了，然后就只知道每天吃喝玩乐，运动量也可能会变少，就只知道吃喝玩乐就会变猪。当时我们是要去问医生，我朋友就是准备去问医生，然后看，然后因为他现在毛很差嘛，生病了毛特别差，然后再问可不可以吃养毛的东西。像如果养一只德文的话，花那个数，养大了也就那么几两肉，不划算。所以你们看李泽言多划算啊！那最划算的就是中华田园猫，你在路上随便捡一只回去养，都能养到十几二十斤，划算。我家以前有只黑猫的，我回去跟我妈聊的那只黑猫，她居然都忘了。我说我们家有啊，以前我还跟我妹妹经常带它出去玩儿。因为我觉得它为什么会不记得那只猫，因为那只猫就只跟我亲，就整
我们一家有那个时候平时有5个人，我爷爷奶奶还有我爸爸妈妈我，然后平时就是那个时候又是放暑假，我妹妹也在我家玩，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妹妹也在我家玩，然后再加上有的时候还会有其他亲戚过来我们家玩，因为走动的非常频繁嘛，就那么一大家子人。那只猫就只跟我还有我妹妹亲，我是最亲的，所以为什么我妈记不住那有那只猫，就因为那只猫不跟她亲，所以她就记不住。而且我妈不喜欢猫，我妈以前是很不喜欢猫的，因为以前家里很早以前有一只小白猫的，然后我们家我妈新买了沙发。结果那猫把我们家新沙发挠破了，从此我妈就不是很喜欢猫，但到后来她很喜欢李泽言。然后我也看过那个黑猫视频，真的很好笑。我一直以为我妈对猫的偏见挺深的，但是后来她就不那么深，她很喜欢李泽言，然后每天都是抱小孩一样的抱着，就比如说怎么说呢，我拿个枕头。就可能大家抱猫咪，比如说这是它头是这样子拎着抱，拎着然后让趴在这儿嘛，这样趴，有的时候会这样趴着抱的。然后我妈抱李泽言是这样子抱的，就跟抱小孩一样。然后下面要胎着，然后这里要抱着，就跟抱小孩一样。然后我抱一会儿，李泽言就会开始动来动去的，就不要抱了，他就要我妈一直抱着。我妈这样抱的话，她能抱很久。谢谢应援棒。就我妈妈这样抱，每天都要我妈这样子抱她。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她就能抱很久。对啊，就抱小孩的姿势。真的，她每天都要我妈抱她。然后也会让我叔叔抱他，他特别喜欢我叔叔，而且特别黏我叔叔。我叔叔在沙发上躺着看东西，他就会坐在我叔叔旁边。真的，李泽言很奇怪。啊，谢谢投票。我当然酸了，我很酸的。我等会儿都可以找给你们找你之前被我妈抱的照片。拿下我 iPad。给你们看，你这样有多么的不要脸，就是这样子抱着的，就这样子抱着，就这样拍着抱着，然后可不要脸的头还窝在我妈妈身上，太过分了。你看，他就特别喜欢让我妈这样子抱着，特别。喜欢，很过分，很过分。看，你看他的表情，很过分。就过分，这个猫咪。然后我这样子抱它就不行，抱几秒它就会跑。我妈这样抱，它就可喜欢了，它是很 OK 的。
才没有随主人。他爸爸我也不是这样子黏的人。这首歌唱给你听。我也兜屁股啊，就兜屁股啊，就他就他就那样啊，他就那样啊，他就不乐意啊。我也没有办法，他不乐意，我能怎么办呢？我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要准备关直播了，你们可以去上班了，到点儿了。对啊，小时候很亲我的，拜拜，拜拜。